哈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孙大圣，太感谢八戒了，又给我买来了这么多好吃的，哈哈，现在我们就开始吃。先尝尝这凤舌糖。好吃，麻子不但可以转着玩，还可以吃。现在再试试这个叫什么东西，冰激凌糖。软软的，像棉花糖一样。又甜又软，非常好吃。软软绵绵的，真好吃。现在我们尝尝这个白色的，这是牛奶糖，它的形状好像天上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仙丹一样。看，真的很像仙丹。现在我们就撒上。纳尼？真的很像仙丹，真好吃呀！馋死我老猪了，猴哥，一会儿拍完视频，剩下的都给我吃吧。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。现在我们再尝尝这个琥珀糖，看，一个一个的晶莹剔透，非常好看。这个糖果的上面还有小熊图案呢，你看看，非常好看。哇，这个是又酸又甜。哇，真的是好酸呀。不过还不错，但是我不喜欢吃太酸呢。太酸了。哎呀，不吃了不吃了。现在我再尝尝这个小颗粒豆，它也是五颜六色的，看上去不错。现在我尝尝怎么样？这个很香，味道浓郁。真的是小颗粒的味道，非常好吃。又脆又香，真好吃。没有给你吃。哇，这是今天吃的最好吃的。猴哥，这可都是俺老猪的功劳，你省着点吃，不然俺就没东西吃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剩下的都给你吃。再见，八戒，快拿零食给我吃，馋死我了！快来了，猴哥，那先给你吃一盒辣瓶糖吧。看，这个叫辣瓶汽水糖，我现在尝尝好不好吃？张开嘴啊！快偷喂我！哇，味道不错。俺老孙喜欢。里面还有好多的汁水啊，外面有点糯糯的感觉，里面又很软，很好吃。当然好吃了，这可都是我老猪辛苦在小卖部给你买来的。哇！我要吃那个熊猫蛋，快拿熊猫蛋给我。来了来了，这个我也爱吃。现在我尝尝这个熊猫蛋。猴哥，张大嘴巴，我给你倒进去。不要浪费呀。酸酸溜溜的，这个熊猫蛋还不错，我喜欢。再给我试一点，再给我试一点。哎呀，不要倒出去了。好吃好吃。美味。哎呀，就是有点酸。那你再尝尝这个，这个应该不酸。我们先倒出来看看是什么糖果。这些是什么玩意？俺老孙还真没见过。我要试这个小毒掌。八戒，快打开给我试，打开给我试。好的。滑滑溜溜的，真好吃。这个是最好吃的。牛掰！这么大的棒棒糖，我喜欢。好甜呀！
真好吃，真好吃。不过八戒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桃子呀，我喜欢吃桃子啊。啊，真有桃子，哇，太棒，你菜太棒了啊！撒一撒，撒干净再吃，我喜欢桃子，哎呀，还是仙桃好吃呀，还是，是个泡泡糖，这是烧鸡大大泡泡糖。水啦！真甜。猴哥，给我留一点，这可都是我辛苦给你在学校小卖部买的。看，这里有很多好吃的，猴哥不能出来，让我给他买好吃的，我就随便买一点忽悠他吧。滚！猴哥，我买回来了，你赶紧尝尝吧。这泡泡糖不错，我很喜欢。这个果妞糖也很好吃的。好的，那我先尝尝这个果妞棉花糖。看，现在打开了，有粉色和黄色的，它们和白色的搭配在一起，非常的漂亮。现在我们就尝一尝。哇，好酸，又绵又酸，哇，入口即化，哇，现在已经没有了，全都化完了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现在再尝一个黄的，哇，也是一样，吃到嘴里就融化呢，哇，还有点薄荷的味道。非常好吃。猴哥，那个香酥海蟹也很好吃的，还是外国零食呢。啊，八戒，我们可是苏家人，俺老孙可不喜欢吃这个荤的，这是荤的，我不吃。哎呀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好像是果粒橙，果汁，俺老孙要喝，现在就要喝。先把盖子走下来。和蟠桃盛会上的鲜水一样好喝。里面的果粒橙也很好吃。太美味了。完美。谢谢观看。纳尼？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来学校的小超市买点东西给猴哥吃。他因为打败了奥特曼，又被压在了五指山下。悟空，不要杀他！送你上西天。奥特曼被打败后，猴哥被惩罚，压在了五指山下。如今靠着俺老猪每天送东西给他吃，这个彩虹棒棒糖不错，再买一袋薯片，这个眼竹糖也不错，再买一些大大泡泡糖，他肯定没吃过，这个是一个奖状大辣片，看起来也不错，再给他拿一个大鸡腿吧，老板，看看多少钱？18。给你20。谢谢，我现在去找猴哥。孩子怎么还没来？俺老孙快饿死了。来了，来了，又带来什么好吃的？我给你在学校小超市买了很多好吃的。哈哈，到处来看看。猴哥，这些都不错，
你要吃什么？啊，八戒，我要吃那个野猪糖，快拿给我，拿给我，快拿给我！上来就吃这么重口味的吗？你真的是饿疯了！啊，八戒，过来帮下忙，我拿不到糖啊，快，过来帮下忙！好嘛，看起来还得我喂你吃。啊，送到我嘴里。嗯。还是哇，你们现在人类真是太幸福了。嗯，你有这么好吃的肠，拿眼珠糖给我吃。哎呀，嗯，哇，这个有点硬，没有刚才软。嗯，不好吃。哎，不好吃，我不喜欢吃啊，不好吃。我要吃那个棒棒糖，棒棒糖，快，拿给我吃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哇，这棒棒糖应该不错，哇，好甜呀！看，这是彩虹棒棒糖，各种颜色都有，俺老孙喜欢，500年了，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糖果，还有红帽，还有红帽，我还要吃那个，快快快，拿起来给我看看，什么美食家大辣条。哇哦！猴哥，别动，你现在得奖状了，哈哈。啊，不好吃的，太辣了啊！我不吃了，不吃浪费了。那你再试试这个，这个可以吹泡泡碗呢。好，什么可以吹泡泡？好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哇塞，猴哥真厉害，他真的吹出来了泡泡。啊，小朋友们，这些好吃的你们喜欢吃什么呢？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棒棒糖。不但美味，还非常的好看，哈哈，再见。